我们现在开始啊，上课哈。我们还是从这个例题，上一次这个例题，因为我礼拜五晚上啊，这个例题有一部分呢、啊，写错了。我们今天再重新做一下。这个冲击板是个木头做的，子弹射出来以后呢，它就打进这个木板，就留在里面啊，留在里面。然后这个木板啊，它就开始荡到这个位置，荡到这个位置以后呢，身高 h 我们就知道这个 h 是多少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求子弹的速度。那做这个我们要分两部分来做啊。第一部分就是说它在碰撞的瞬间的前后，因为它碰撞的时候啊，它会有摩擦力，这个摩擦力我们不知道有摩擦力的存在，因此如果你要用功能定律的话呢，那么它的非保守力做的功啊，里头就有这一项摩擦力做的功。你不知道摩擦力，你怎么能求功呢？那功求不出来，这是功能定律的左端。功能定律的右端呢，就是要你求这个子弹的速度。右端都不知道，你左端有一个未知数，那根本求不出来。因此啊，在这个碰撞前后啊，功能定律用不上，就说功能定律还是对了，只不过你那个里头的功求不出来啊，所以不能用它。那在碰撞前后呢，我们要用动量守恒，因为动量守恒只看它的外力等于零，它动量就守恒啊。这个时候外力怎么会等于零呢？啊，子弹飞过来啊，我们现在就看它的 x component 啊， x 方向的力，这个方向啊，现在这个线还是垂。打到这个木板的时候啊，因为时间太快了，一瞬间它就打进去了，它是获得一个速度啊，碰撞后的速度，可是还来不及荡到这个位置，它这条线还是直的，所以张力是向上，重力向下，所以它这个方向的力是平衡的。那么它因为绳子没有斜的，所以它没有向这个方向的分力，张力没有这个，没有 x 方向的分力，所以它的 sigma f 啊等于零，因此呢，它的动量就守恒啊。所以我们这样子写，
好，我们就看它的 sigma fx 等于只有互相碰撞的力。好， sigma fx 等于一些碰撞以前是 MV 啊，碰撞以后两个物体一起跑一起走，那么我们写它的速度啊，就是以后的啊，我们写 VVI 好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式子已经用在摆动，就说这个木板跟子弹摆动的过程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能量守恒啊，能量守恒，我们用功能定律啊，啊，我们写这个。Non-conservative force 要等于我们写啊二分之一因为它整个直栏一起走整个直栏一起走哈、啊、它的 VF的平方啊，减掉二分之一 m 加 capital M vi 的平方，这个是动能的改变啊，动能的改变。好，那么加上位能的改变，也是 m。两个质量哈，再加上写成这样啊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用non-conservative force 等于 delta EK 加上 delta EP 啊，用这样做 ，OK， 好、啊。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些数字带进去，这个是VI 等于 MI 加 M 除 M V V 好，那么我们令 YI 好了 YF 啊 Initial 跟 Final 啊，好，好 V Final F Final H Y initial 等于零，我们把这个带进去啊，就是这个 non-conservative force 这个时候的力量，就画这个啊，这一组它是 M 加上 capital M G， 这是重力，然后呢张力在这里哦，当你
但是张力啊，它是这样的，它的 ds 跟这个垂直啊 ，ds 跟 t 垂直，它现在是非保守力做的，非保守力做的功，重力要去掉，它 servitude 不予考虑，但它就 work of tension， work of tension， 它就是 tension of s of initial final， 因为 tension perpendicular，yes yes。这个都要写出来啊，条件都要写出来，不能说它就等于零啊，哈，不能说这个 T 做的功就等于零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些啊带入第二式，零要等于，这个是零，那只有这一项，二分之一 m 加 capital m bi e 平方，好 ，y 等于零，对不对？那只有这个，这个是加上，这是负的，这是负的，这一项是负的 ，m 加 capital m。G H 啊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。BI 就是这个。BI 就是这个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先约掉。我们先把这个先，它等于二，G H。BI 是什么 ？BI 是这个。我们先。这样子写，等于这个值，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再补讲一下，因为礼拜五啊，那一天呢、啊、我这个地方不晓得哪个地方来不写成这个 M 啊 M 啊，好像是这个地方不写成小 M， 它是 M 加大 M 加大 M 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第二个例子，我们说 MA 等于 MB 要等于 M 啊，等于一公斤，两个都一样。好，那么VA 的速度是等于二 I加三 j meter per second。 那 VB 呢，它是等于三倍的 I 减掉两倍的 j， 是 meter per second 啊，两个物体碰撞以后啊结合在一起啊，
的速度。我们现在要求这个 V 是多少啊？求 V， 哎，那我们就看呢，这两个物体是现在是，这是二维的运动啊，它速度不是在一条直线上面的。那么还有就是它是碰撞，我们刚刚说过碰撞的时候啊，往往会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求功的这个摩擦力，所以呢就不好，因为它要求 V 啊， V 就通常是等式的这边的、啊、你这边有东西要求，那这边一定要通通知道，不能能做才可以啊哈。好，那摩擦力做的功既然求不出来，那我们就不能用功能定律。好，我们看它这个时候的碰撞啊，只有在碰撞的时候 A 物体给 B 物体力， B 物体给 A 物体力，这个算是内力。好，那么动量守恒就是看你外力是不是零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说明，因为它的外力 external force 等于零，所以动量总动量total 要等于 constant。 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根据动量守恒，根据这个式子，根据它告诉我们的这个情况呢来列式子。这好，碰撞以前 M MA MB 都等于 M 了啊，MVA 加上 MVB 要等于 MA， 都是 M 就都是 M。 那么这个就是两倍的 M， 两个结合在一起啊，以 V 的速度在跑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M约掉。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求出 V 来了。 V 呢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VA 这个M 已经约掉了哈， MB 加上这个2.5，这个一3-21被二除就是0.5，它的速度单位是这个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速度求出来了啊。那现在我们看一看 A 物体的冲量是什么。 A 物体的冲量，
在碰撞的时候有多大的力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不要把积分写出来，没关系，你就把这个结果是什么，是动量守恒啊，就是动量碰撞完了以后你对，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值啊，你们把这个值带进去，你用这个呢 B1 你 A 呀、BA 呢用这个的，一减的话我把结果写出来就好，你们可以把这个这个那么这个是完全一弹性碰撞，一回合比二回合，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完全弹性碰撞，
我们上一次讲过，完全弹性碰撞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碰撞前的动能等于碰撞以后的动能。啊，那么它只有内力的作用，彼此碰撞的力算内力，没有外力。因此呢，我就说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来去宣扬，所以就是一等于一九四八 P 也可以啊。特别写 P total 也可以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画出来，我用一二，用一二。它的速度一多，我们用一维的啊，希望一维，就是从这里面 m to i v to i， 这个从这里面，这是碰撞起来，碰撞后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所以你没办法解哈。好，这个用完了，再来我们用什么呢？用它完全弹性碰撞的这个定义啊，完全弹性碰撞动能，起初动能要等于末后的动能。因为它是完全弹性碰撞，那起初的动能得出来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 M1 的项通通拿到这边来，大家先把二分之一约掉，啊，那么 M1 乘上 V1I 减掉 V1F， 明白吗？要等于啊 M2。
成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把这个分解因式要等于这边，那现在我们看看这边，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变化，由第一次我可以把它变成这样，我把 M 第一提出来，那我就是 B1 times B1 M，一个物体它是这样子来的，这样子来碰撞完了以后呢，你站在第二个物体啊，你看这个第一个物体因为碰撞完了以后它分开 啊，所以第二个物体呢啊，第二个物体这个啊，你站在第二个物体看第一个物体的动，但是符号相反，符号相反啊，就是说你在这个第二个物体看第一个物体起初这么过来，碰撞完了以后呢，两个不是都分开了吗？对不对？分开的话，你就觉得这个第一个物体往那边去啊，它的这个大小啊。一样方向相反，所以以后我们在解完全弹性碰撞的时候，我们只再来这个条件，你不要列这样的，因为你列这样最后还是要算到这个地步，所以你现在就用这个用一三解 OK，这个就是完全弹性碰撞的一个特点，碰撞以前的相对速度要等于碰撞以后相对速度负值 OK。 好，那么这个是啊，以后他们解题目哈，就这么解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解一三，
我就不解了，你们从这里看。那么它就变成 V1F， 我们要求的是 final velocity， 好，它是等于可以解出这两个结果来。我不鼓励你们去背这两个事情，因为你用背的记不久，知道吧？是哪一个？这个 VDF。这也一样啊。以后你们解的时候，你就得从条件开始啊。这两个，动量守恒的式子列出来，然后说它是完全弹性碰撞，就有这个式子，从一三就结束这个来啊。那么我们先。你起初是什么 ？B 物体不动 ，A 物体迎面撞上它，完全弹性碰撞哈。结果呢 ？A 物体不动 ，B 物体以当初 A 物体的速度跑掉，就是他们两个能量完全交换。B 物体原来的动能是零，后来呢，碰撞完了以后啊。就给了第一个物体啊，第一个物体原来的动能有动能，然后就完全的啊，跑
就说它的动能呢跟这个 V1 一样啊，所以这两个互换，互相交换它的能量。V2 还是一个不动，这个不动，它没动。问题比较简单的，我们挑比较简单的来用啊。好，那么 M1 不等于 M2。那最后呢？V1S 这个零，它就是等于变成这样子的。哎，好，再来，我们现在看它这个，假如是这种，我们现在看这个 1K2 碰撞以后的动能，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M2 它就是两个分之一，第二个物体起初没有也有能量，那么碰撞完了以后呢，第二个物体好，第二没有能量，后来有能量了，那么它的能量就一定是第一个物体损失的能量啊，第一个物体损失的能量就是第二个物体所获得的能量。
喂 ，Hello， 好，这个就是 E K to final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求，第一个物体，就是说这个碰撞中损失的能量。碰撞中损失的能量。这个算哈，好，那这个就是用什么 ？EK to final，EK to final 就是这个。的动能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搬到这边来。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啊，把这个我们分子分母。那这个就变成这个这样的一个式子，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式子啊来画一个图哈，看这个损失的能量跟质量的比有什么关系。好，这个轴呢是 M1， 好，这个就是能量的损失啊，画出来是这样的一个。的一个曲线，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当 M1 比上 M2 很小很小，几乎趋于零的时候，趋于零的话，那么它动能的损失就是零，就是零哈。好，在这个位置啊，是什么呢 ？M1 比 M2 比 M1 要大的很多，它就是一个小的质点跟一个很大的物体啊，做完全弹性碰撞，啊，它撞到它，
因为它巨体积太大了，体积啊比起它大得不得了，就好像你拿一个象牙球在水泥地上丢下去，就是跟地球碰撞了，地球会不会因为你这么一扎产生几级的地震啊？不会了啊，地球风纹不动。那么这个象牙球就原速的原来速度弹起来，所以它动能呢是啊没有损失 啊，动能没有损失，那就是这个是零，损失是零啊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也是。这个变成很大很大，那就是 M1 远大于 M2。 现在用一个很大的一个物体，跟一个你碰撞到它的时候啊，如果是完全弹性碰撞，那它就跑掉了， M2 就获得一个速度啊，走了。这个说严格说起来是有损失了，但是这个微不足道，好像地球撞到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陨石哈，不要陨石，它在天上飞就不是陨石了哈，撞到的时候地球没有怎样啊，没有怎样 OK。那么地球的能量不会损失啊，那么所以说这个是完全弹性碰撞，这个是很小的物体跟很大的物体做，啊，是 M1 等于 M2， 那它的损失就是一。100%，哈，这个意思就是这两个物体啊，能量完全交换，能量完全交换，就说，我们现在这个前提是，第二个物体不动啊，啊，第二个物体起初不动啊，啊，那第一个物体撞到它，啊，第二个物体跟它碰撞，那么完全交换就是说。这两个物体质量一样的话，第一个物体能量全部给第二个物体，第二个物体的动能是零，就全部给第一个物体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还有就是它，我们有时候要算这个动能，你就可以参考这个地方。质量应该在什么地方，比如说要损失那么多，损失这么多，那么它的 M1 比上 M2 是什么值啊？可以从图上看出来。这个是作用在哪里呢，啊，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，比如说我们在核子反应炉里面呢，核子反应炉里面，那么这个你用一个元素啊 ，U 也可以啊，物也可以，那么它会产生这个连锁反应。那么我们需要有中子来跟它碰撞，就说这个就是放射性元素啊。好，我们拿一个中子跟它碰撞，那中子碰撞的时候啊，它的能量如果不够大的话，它打不到它，就是原子核，原子核啊。原子核都是中子点啊，你打不进去，太大的话呢，打穿了，打穿了也没用。那么这个要怎么样？速度刚刚好，你需要让它的速度刚刚好，刚刚好的话可以打出去。
分裂，差不多的物质啊，会产生，这个就没有了，就不会有。所以我们在原子炉里面呢，我们都有缓冲剂，因为两个到三个中子，这两个到三个的中子啊，它的速度很快，速度很快就不能用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要靠一些缓冲剂，让它的能量呢在碰撞中减小了，然后就可以拿来这个拿来这个打这个原子核啊，使它产生分裂。那么你可以从这图上面上看，你到底要减少多少，你的中子速度是多少，你要能量要减到多少啊，那么才能够才能够有用啊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应用。好，底下我们就来看一个例题。我们就带刚刚这个事情，我
把人子就显示出来。哎，宗旨是这个，所以说我们是十二个弟弟，我们十二个。
那现在你要求 V1F 的大小跟思想化啊。M1 M2 V1I V2I， 你现在要求 V1F V2F C1 and Y， 你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开始看一个，它是碰撞，你们看它是碰撞，所以呢不好用这个功能定律，不过它已经告诉你是这个完全弹性碰撞，就是碰撞前跟碰撞后动能相等的话，这只能列一个式。那我们一共有四个未知数，那这个动能碰撞前后相等只能列一个式，那还有三个从哪里列呢？那我们就想到它是一种碰撞的问题。那么它在碰撞当中呢，它不受这个外力，变成
所有的原理都用光了，所有的原理啊都能用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再研究第四个事，可是他如果要求四个未知数的话呢，你就没办法做，你少一个事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说我用实验把这两个东西啊拿来做实验，实验当中我们能够测出一个，这四个里面能够测出一个，那还是三个就可以用这个机，就可以用这个机。所以我们说这样子看好，现在我们要有一个现象很有趣，就是说如果两个东西质量相等就完全弹性不一样，我们发现它 Theta 跟 Phi， Theta 加 Phi 是90度， Theta 加 Phi 是90度。等于 m， 好，那么还有就是简单一点，预图还等于这个近似，求证一下，碰撞以前的动量等于碰撞以后的动量相当于等方。
家可以把眼睛留下，那我们就从这里看出来 V1I 跟 V1O 相当于一同，所以 V1I 是这两个向量的合向量，合向量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向量图画出来。向量图画出来 V1L V2L 一个这个应该是怎样，这个直接画什么啊，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的 V1I 这个是V1L， 这个是 V2L， 好，我们把这个延长大概是这样，这个就是 C， 这个就是 R。 因为我们从以前两个向量和这两个向量和这个向量，我们先画图啊，对不对？画图啊，画出这个图来啊，这个，所以那个图，好，我们再看完全是同心图的，好，二分之一 M 都有，每次都有。
那曲棍球跟这个乒乓球可以当做没有摩擦力，没有摩擦力。啊，另外还有两个比喻。它都是的，质量都是的，质量都是的。那么这个 v 除 i 等于零，这个的速度呢 v 除 i， 它是等于30的 v 除30的速度。那么质量是一公斤，好，它现在判断完了以后，有一个统计因素，1公斤，这个角30度，啊，有一个往这一边走。这个角是45度，不是90度，因为它不是完全还是平的，不是完全还是平的。那我们现在只有几个未知数，两个未知数，就是速度的大小，后来的速度大小，这两个方程式之后，所以啊，我们用动量守恒就可以了。啊，动量守恒这个是不是就可以？它也要是康师傅，它就是零，要等于。
二根筋力。这叫这是二根筋力它二。好，我们现在解一二，解一二，两个式子，你们回去自己解它。
没有运动，这个速度是零，两个在一起速度呢等于零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当中啊，可能有一根弹簧起初被压缩了，压缩以后必须消插住，让它不弹开，它就是这样的。后来呢，我们用遥控的方式把这个消拿走，这个弹簧就弹开了。或者当中有炸药，我们遥控上这个炸药再大，所以把这两个物体就炸开了啊。就是等于说这个是碰撞前的啊，好，碰撞以后呢，炸开了以后啊，那么第一波。这个速度我们用向量的原理啊，好，因为它这个时候不受惯了，所以动量
在你小时候他们很香，拿的时候他就感觉有东西哈，可不可能呢？不可能。那枪针就是要那么做，因为子弹枪针的子弹量比子弹大得多，比子弹一般的这些啊，子弹比较轻嘛，枪针重，它后坐力呢就比较，就是它后往后坐的速度啊比较小，比较小，是吧？打靶的时候啊，教官教你了。枪托啊，你除了皮带要卷紧之外，枪托一定要放在你的左臂啊，要放在这个鼻窝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如果你不是这么打的话，第一个你会受伤。你如果有一个距离啊，你靠扳机啊，枪是后退，打到你这个锁骨啊。两三礼拜钟都不能手都抬不起来，一定要这么打。还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它的能量啊，你看子弹小带走的能量大，枪身质量大，那么带走的能量小。如果你顶量紧紧的，那就等于啊，你人的重量，人的质量也加上枪的质量。更大，对不对？你把后坐的就这个，你非常推动的这个，就不如那么厉害，你打靶都比较准。啊，以前我们在打靶，一直都是九发子弹，每天九发，我这一次大概就打了那个九发子弹。那个靶呢，在300公里以外，一共有。立枝、坐枝、卧枝，卧枝最准，因为啊，你枪身再加身体，还加什么？地球的质量也加进去，所以这个操作的能量很小，大部分量都是在出去，它抖的机会很少，很小，所以呢，打得很准。坐姿也还好，坐姿因为也是跟地球结合的，这个立姿哈，一站着的，对吧？手就会抖，然后呢，你不是跟地球结合的那么好，你上面有力，又有一个力矩，你还是不错。所以那时候打靶，我跟你说，打完大家去看你的靶上面几个洞。九个洞的五个打得不错，有的人过去一看，一个洞都没有。他旁边那个18个洞，就说他一打，就枪口歪了，打到别人的靶上。所以你，这个原理就告诉我们，枪支一定要重，炮也一样，炮弹更大，对不对？炮声量更大，炮声量更大。你们电影也看过，炮打出去以后，那个炮声会怎么样？往后冲嘛，啊！所以当初我们这个梦想说，将来能够发明一种枪啊，跟火柴盒、跟文理盒一样，这么轻，可以吗？你那么轻的话，不要说这么轻。跟子弹一样轻嘛，一颗扳机，那你跟别人同威力就行了。那个子弹飞那么快，枪声也是飞那么快啊。不要说步枪，你说手枪你就拿来看，也是蛮有分量的。这把那个，你看那个电影里头。射击的时候都是怎么样？警察都是两个手绷得紧紧的，然后站马步，这样就是说把身体的重量都加上去了。像打的身体，像什么西部武侠打的那个，那个就是那个电影啊，拿着枪拔枪就可以射击啊，还可以耍花样。那个。